先奸后娶可以解决社会问题，沙布丁这番言论引起朝野政党和民间骂声一片。成为众矢之的的他今天再度现身国会，被大批媒体包围，要求他做出解释。不管媒体如何问，沙布丁就是不肯回应，但他随后透过文告澄清言论，并指责媒体断章取义，曲解他的意思。沙布丁说，昨天在国会他要表达的是许多男女都是你情我愿，但由于女童还未成年，因此在法律上被定义为法定强奸。他强调，我国目前没有任何法律阻止受害者和性侵犯者结婚，但根据伊斯兰条规，16岁以下的女孩或18岁以下的男孩，如果要结婚，还是必须获得法庭批准。他归咎媒体报道不完整，让外界误以为他鼓励受害者和性侵犯者结婚。沙布丁还强调，在我国法律下，强奸依然是属于刑事罪，必须交由警方查办，并由法庭来做出裁决。这和他所提出的结婚是两件事，必须分开来讨论。他解释，他提出双方结婚的建议，并不是要让强奸犯以走后门的方式来合法化罪行，因为不论双方是否结婚，强奸犯还是必须受到法律对付。NTV7 综合报道。